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欢迎收看这个视频。我们来折一款简单的手枪，用一张长方形纸完成的。你需要用到一张长方形的纸，这是另一款折纸枪。我用的是 A4 纸，宽21厘米，长29.7。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长方形纸，对折一下，裁剪开。其中一半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两个边折向这个折痕。再沿中间的线对折，这纸条形成这样，然后这个纸用同样的方法折成这个样子。其中一张纸对折一下，另一张纸也对折一下，展开其中一张，找一下中间的折痕，这个对比一下，这样往下折，这段距离不要少于这个宽度，可以稍微大一点。这一侧也一样，然后把它穿插好，调整一下。好，刚才这个角度不太合适，这时候可以重新把这个角度压一下。这样一款简单的手枪就完成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更多视频请关注折纸王子，喜欢就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